你在家是吧？啊，对，在家呢。行，我现在就要来找你。啊？你到门口了？啊，好，啊。你不能去开门，千万不能给他开门。哎，怎么了？小陈，你家有后门吗？没有啊。哎呦，惨了。你让我躲一下好不好？不是，梅西，你这样更容易让人误会。哎呀，我没法跟你解释，你先让我躲起来好不好？你家哪里可以躲？你后面。好，谢谢，不要告诉他我在你家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还带酒呢？好酒，咱俩一起分享。啊，你干嘛呢？在？没事。